我身心都会，我那个灵性会当消到西方极乐所在。面对着地母素素心就分离的时候，当然这一代就在世代是先修炼。那么咱诸葛咱朋友，记得这一年，记得这一分，五年都有分的时阵，咱就爱念佛修。那么而且咱常常听一句话讲，众生众生因你而起，但是你因众生而成就，这也是我一个体会，确实是真正有影。你若讲去度过，你唔通去度人的成就，你种的欢喜是用因钱买来。在座的各位讲师，咱有这个感受，多人还是修到人心深透，你有一不敢讲比着一百人更加满意了，有无？有。
解决人的心理情况。你去买个因书、果书，因书的因景，果书的果景，把人点满书会点破，那么人前面要人得到。这三步生活是前面来的应该，如果可以，所以咱前面要保温，一定要有行动，要有行动，关心咱做书。自尊自我的充足感，我大概比我做的多。从这部古呢，你得到异常。好，我用咱自悲托感，进入究竟涅槃发心道场的时阵，也能了解烦恼之外，希望解脱之道。因为咱们度人，生活着这个规律。一定有透过学习，咱如果电影若无重视，咱会着较无重视讲啊，较浅显去学度人，其实咱物件吼也袂了讲，所以而且咱注意透过重视、透过学习，咱才会当产生到咱注意破解的这个情绪。那么学法的体会啊，就是讲在咱习惯的过程内底，有修一定要有法。如果咱若呾修，有些咱会无，有修无办呢，咱无法度来弯弯，好去弯弯，你提了有错。啊，而且呢，咱烦恼之外，咱无法度去找。就像我今天互我带来迄个同学啦，应该咱不用评论嘛，知影。伊来的时阵吼，也互我讲，伊去骑车嘛，就是出来甲咱论坛了后，伊看着咱论坛的心情。让一些磁场在我们身上的话，啊，我的小朋友今天那边点的，我的卡点都白联络了。哦，一个人那个我都不用在，一个老师的，你都不在，我烦恼的多。我讲我唔知，我未来知。我未当处理啦，我等下你处理啊，我等阿姨，我未听你讲的。我讲阿是安怎？我讲的是你嘴里面。讲无，伊甲我讲，我会后生啊吼，甲你找后生会拍拍照，哦，啊，我未着，要教好个事情吼，虽然，但我老公若讲，着着，那拢无伫个时，我才甲你联络。我当下摇头摇很久，我将男子讲，你是安怎个摇头？我讲，啊，你毋是甲你同事咧讲话，啊，讲无只伊摇头。我讲，真男子，我是讲问你个。你讲放我吼，食草，去到地方卖花，对，无买无地，你嘛卖花，对，伊遐叫我出来两点外钟，你讲是怎个？伊那个今日教我，我了我卖草走无去啊！这同学真正蛮好，真正蛮好。你嫁翁了，怎互伊翁放伫个家庭内底？伊是妹妹，伊甲咱甲我讲，伊妹妹是有忧郁症的吼，忧郁症三大症皮包括癫痫，现在甲上帝用得着。他很重要的忧郁症，所以伊讲，我去找伊去，我头伊才找我哈。伊好爱讲，伊拢买断掉啦，还是伊拢我断掉，我拢在讲。啊，即摆伊问，也互我讲啊，伊今仔有来在了，而且是伊在咱身边哩吼在了。伊是说请我去看，当作咱拢是大夫在甲伊救的呢。结果嘞，讲袂使，我好像袂使打电话伊啊，好写到三点啦，那时候老公还在睡觉。在我找妈妈老公，公公是一下嘞，哥哥姐姐，那还刚温哈，我跟爷爷那么注意哈，才到灰小嘞，婆婆，那灰小婆婆，他真的是烦恼的根源在哪里？他找不到，阿边话当天我就该调情的，或许我觉得说，侬耳聋，刚刚公公最，我这里我们家该调情的了哈，我俩今天我跟宝安妹嘛。所以是九零安讲了，我唔敢讲了。哦，伊即马在聊哈，嘛唔敢我，唔敢我拍招呼咧，我跟你在前，我来陪你，两位在，吓死我了。真的是这样啊，那个同学就是这样，你看你在前啊，我边在搞面哦。阿姨跟你今年我来陪你唱歌啦，辛苦了，开心啊，第四点。减少社会的乱象，改变破坏情绪。咱今日哦，愈这样想的，社会风气也愈来愈好。比如像华中讲先生讲，大家若拢像咱咧想的吼，要先免得先拍手。我
或者是时间咱有时间嘛去甲人产生了我诶摩擦诶时阵嘛，是咧需要讲个因来做排解，只是咱较袂遐简单就来解释代志吼，互咱诶警察先生来处理。那么而且咱因为咧，一些过程内底咱有当做蜘蛛人做主吼，咱就会咱就会去指标，能够透过迄个建立一些心理。当初就事先用一些外调查干的病，医生要留心哦，资料公开社会一寡代志。那么咱讲每一个人拢有当回光返照，因咱得力其实用在回光返照。啊，听得力了有当回光返照，那么咱就当能说体会，而且爱心心和气。你刚刚同学啊，美容同学，你跟我分享。无法即摆要请伊倒个妈妈来去倒，啊伊呢无法常常去伊家嘛，伊也叫我下去甲去摕物件去。啊伊妈妈呢85岁，啊同学已经去台北，我只是甲送咱个丸仔，咱个小师傅。我看到伊妈妈摕五张名牌，85岁啊，不是我送名牌，我未开，啊其他呢外酒卖吼。哦，妈妈，你看啥物啊？啊，明明我都知影明白，我甲问讲，说妈妈，你看啥物？伊甲我讲哦，无啦，我看物仔，我用一个头脑，我无咧吃。我是看咧，是讲伊无咧吃，看明白咧，从啥做到，拢无咧吃，我拢没看明白。伊讲哦，啊，你得了咧摇头壳个啦。伊讲嘿啊，啊，平常煮饭呢，我改过我少念，所以我有甲甲伊讲上侪。那么你讲，迄个同学甲我讲，啊，淑玲啊，你讲哦，我去开智慧啊，啊，你讲是迄个旧庄，伊以前嘛，啊，你立院，伊讲咱拢是咧，咱以往就来代表咱，拢爱住旧庄，拢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是立院，那是十大院，啊，其实重点是头前两条尔，就是你求得以后，心心可信。我来做囡仔，觉得伊是心想的，表示主有，主有那发现，都你只能了思维到你阿爸爸了，你讲哦，你讲我大概了解哦，因为我嘛有做些解释，哦，因为伊早啊对咱伊看到呢，有真无好的印象，因为伊的心情哦，就是这样，我感觉都是圆满，伊是伊这样呢，较大才机会啊，甲我。同学来求他，就是这个姻缘哦。所以你人家那点油得了，一得一啊，那一点要呵呵来修哦，呵呵来修。一旦好了，那你就修有开窍，你住那里修就都有了。所以叫做心量是命运的主人，心量是命运的主人。那么多人他心转来的对下，当然那点油有得嘞。关心咱做事业，帮助台湾。我妈妈她时时刻刻跟上头打开报道一些，一些书面，咱一定爱回下。如果咱若不回下，那边那边倒了，然后往往进步吼，悄悄的。那像咱电公司，哎，去到那个排队的时阵呢，哦，觉得吼，公平公平啊，是做起来吼。应该咱杰老师应该嘛，但是咱点公司，我都已经供应新传的新托伊那个，迄个日系托伊拜师费来拜师。那么前面咱点老师，到场不对伊来个学习，透过学习相对的，无即个内涵，可以当地导人甲新传人去做分享。那么相对咱嘛是同款，每一个人才拢是同款，你得爱做内涵。你的不同的途径，你好。Thank you.